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怎么用蜜蜡去脱毛。首先呢，把咱们需要脱毛的部位用清水或者湿巾清洗干净，要擦干净哟。然后上蜜蜡，直接涂抹上去，很刺激。像我这样用东西或用手去涂抹上去，直接涂抹上去。我现在是在做示范，抹的不是很均匀。哇，东西可以啊，涂抹上去啊，这一点。然后用它的纸，这种纸啊，它的那种专用的纸，贴上去。这样贴上去，要静等5至10分钟，之后呢，撕下来，注意有点痛，忍着点用。好，你学会了吗？